对啊，好爽哦，中了，中了。叫你叫不用钱的，叫阿腿抽了。走走走，现在又来到熟悉的竹南公鸡了。听说昨天飞扁咬的还不错，本来今天有事，但听到飞扁大咬啊，直接排开，还没钓过飞扁，希望今天可以搞个新邮票。这竹南公鸡大概两三年前就开始下了，从 SUP 啊到现在出体，体验不太一样，而且每次来偶尔会有一些惊喜的收获。搞事啦，是网子有带。不过通常没有带网子的时候才会大咬，但是呢有带有保庇，就怕来一些什么鲨鱼之类的。最近鲨鱼非常多。好，今天用涂蜡物配 River Beast， 之前在买店代购的三号线，搭一个60号铁板，再来一个 Major Craft Super Light Chicken 杆子，30克铁板。我觉得竹南真的非常适合这 Super Light Chicken 杆子，完全很爽。北屿人工具箱，大概装了4-5公斤的铁板，虽然说真的很小啊，但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装进去。顺便跟大家推一下我身上这件马之美的防水外套，轻薄透气，非常好用。像这种冬天啊、春天的早上非常冷，而且开船开比较快的话，海水泼到身上也比较不会冷。但是没有船，整路一直发抖，哇，冷到以为自己要岔起来。吹吹吹吹，走走快走！哦，还有现在涨潮，不用拖太远。吹吹吹，搞起来搞起来！中了，飞扁我来了！大战飞扁，追扁他，扁他！再试一下去干就咬这样子，干一干就。好爽，所以这边就已经是那个飞扁会所这样。飞扁会所。哦，咬一下。真的有东西耶，但我觉得是那个拔啦啊，那个啦。哦，中了！中了！我的妈！我放着而已。你怎么那么凹啊？我这大只。不是啊，我这一把是凹凹杆啊。那个。对啊，拉爽用的。哎、欸，很凹哎、欸，我靠！有点夸张哎！哎、欸，真的飞扁哎、欸！干、啊，真的飞扁！第一全部都这个啊！我、哦、靠，第一杆就，干、好爽哦、喔！第一杆就解锁了哎、欸！对啊，这是要留吗？不要啦！不要。干那沙琪亚行，你要带吗？我带一只回去啊，没吃过、啊。你挑大只一点的，它会很多。不、哦、是啊，所以这个算小，我、哦、靠，哇，算还好。是的、啊。他都要一直点，高观众，飞扁来了，看，上来嘞，哇、哦，好凶哦，我老板去啊，啊，拜拜。我靠，这边风水宝地。哦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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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舒服，舒服。哦，你好多、哦，吓死！好死好多、哦，吓死人！哎、欸，等一下可以放下去录，哎，哈哈哈哈哈，哭啊，爽哦！哦，下去就中，下去就中了，放下去，啊，又中了，这根本完全不费功夫。小瓜瓜，哎、欸，小瓜。七小瓜你好，舒服啦，舒服啦，可以哦。我等他整群跟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是瓜瓜啊？靠边都是瓜瓜哦，漂亮的哦，漂亮的哦。我感觉该回去了，成就解锁。解锁。哎、欸，这样放下去。嘟嘟嘟就咬，又咬一个，可以咬吗？你们咬到爆了，中了，中了，呼呼！我是呱呱，哎，我觉得我也是呱呱，送他、啊。你有咬吗？咬爆了，咬爆了。
比较大只，凉鞋，拖钩，哦，还有拖钩，哦，我超台妈解钩了，对啊，哦，接走，我靠，哎，可以哦，哦，送，哦，送，可以哦。差不多啊，你们看，我在练田径。来，小灰扁一只，再见啦。而且把它放掉，它不会整群带跑哎，它都在这边。不知道这只生态那么好，真奇怪。来这么久，第一次知道。可以啊。有红干有五大，哦，又一只羊，送，然后呢？我觉得是八卦。啊，不对，又是阿扁。哎，这只比较大的就脱钩，哎呀！难道阿扁抽了吗？对，也会被抓。哎，我也是有在关心政治。可以啊，中，中，中，哇！底部抽上来就中。对啊。哎，他还是往上冲，我靠！我靠，爽，小朋友了，小朋友了，哇，真是飞远钓不用钱的呢，还蛮大的，这可以哦，好像差不多啊，对啊，该不会是人家放生的吧？都长差不多，对啊，阿弥陀佛放飞，没有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对啊。死亡翻滚，死亡翻滚不是鳄鱼，他这个死亡翻滚是因为他等一下要死的死亡翻滚。哦，来各位观众，灰本又一只，来放回去了。他那个背鳍蛮刺的哦。完全不费力气，往上跑。哎，欸，这个沉运很舒服啊，比站在广场钓早操还舒服了。哈哈，油痕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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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他想让他脱钩了，那再钓鱼看，再钓鱼，应该再抓吧。这扁鳅，比比看看，大大小，差不多了。阿弥陀佛，飞扁。来，飞扁又一只 ，size 不，哎，他爪小了，好恶心哦，他放回去。还会抓小啊？对啊，只是在梦里吧。也是肥扁喝醉酒，喝醉酒啦，在跳 disco。这是我来蜂矶最舒适的一次，最舒适的一次啊。对啊，这 C P 值超高哎，很高啊。真的 C P 值蛮高的。我太搞笑。哦，擦水，我好像也中了，不对，我也中了。这群家伙，对啊，他的，哎呦，
送啊，觉得植物片应该还蛮无聊的，都是这个，都是这个。哦，你这只是不是比较油？对啊，把它抓起来，放就会咬。靠重。哎、欸，跑了跑了。欸、不对、啊，往上冲啊！往上冲，往上冲啊！拍不完，拍不完了吧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海涛说：“下班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下班了。”你没有在录，干？你没有在录？我没在录。对啊，你前面没有在录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已经拍很多你的画面了。也差不多啊，都这个赛事的啊，同批同出的。一直打到天灵盖，好重啊！不是这样子的，收上来而已。好烦哦！不要再来了。你有这种想法？很烦呐！我想看一下别的鱼耶。干，断线。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没有，应该是母线有磨到，因为我这边把最晚那里打糊，对啊，它在绑着，也、欸、爽到了，反正直接干煎了，痛了，他还说要把你干煎就中了，干煎，先煎再杀，再杀再煎，第一次海莲缸，第一次那个飞饼让海莲在钓，哈笑死了。来，飞饼，请他回家，拜拜。好啦，飞饼钓爽了，暖身差不多了，要去钓红竿，出发。红竿厉害哦，顶天立地，好好大一根哦。我、哦、靠！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哦，那个是可能竹筏的那种。看呢，哦，屁股好痛。屁股很痛啊！胀整天呢、啊。哈哈。哎，也是一个挺舒爽的。整骨啊！整骨，整骨，整骨，以后要变翘臀了。变翘臀。好，上岸了。哎呦，溯溪。